中秋国庆假期，神州大地欢乐祥和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祝福祖国繁荣昌盛，礼赞幸福美好新生活。在吉林梅河口漫步城市花海，共享生态之美，感受一下祖国的日新月异和大好河山。走到哪儿都是风景，生态和环境变美了，人的心境也变美了。希望国好家好人更好。